be educated, but I'm so frustrated. Hello to my loneliness.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liss. Take me back to before the new. Rewind, take it.上一集各位有看到，在全下的前一天，我拜访了玉生，做了一些简单的访谈。那这一集呢，是我访谈后体验了一下玉生的踢拳课。前面就是会做一些暖身的动作，然后互动式的练习、约束对练、冲沙包，会依照整体状况去调整上课的强度。那这边除了玉生之外啊，还有另一位阿瑞教练在教力技，就是这位黑黑超壮的男人。然后我在金六节当兵的弟兄啊，被我推过来这边练拳，他从一个超级瘦、跑步心脏都会痛的人，进步到现在可以做基本的对打跟重训，真心觉得不容易啊。那踢拳课结束后呢，差不多该回去了。这时那个男人出现了，击倒盖伊的男人阿任。你好，那明天要打，他是阿任，他在关东安定的厨房。哎，是不是？铁拳暴君，你明天要打，我今天也不能跟你打。今天可以跟我，可以啊，可以玩一下。可是我很久没打了。都翻船。我那时候四年五年没打了吧？我打完那场就没打了。阿任上一次比赛是七年前成吉思汗综合格斗赛，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找这一部阿任 vs 宇飞。然后这场练一个礼拜。干，直接上阵嘞！直接上，而且对国手。你有什么感？你有感想？没有啊。扁他。被扁，被扁。抱着被扁的心情上去，看起来越拖越多。小鸡翅也要拖鱼。小光，你现在是独家了。行啊。行啊。没有问题。哥哥，我是跟他啊。行啊。那拳击可以，拳击轻的，我们直接热身可以。热身没过。不要紧张。哥哥没事。好。可以。来了，好可怕。岔气了一下，好上啊！啊！
Go。帮你弄。能时隔七年再次跟阿任打一场，真是舒服啊！玉生因为隔天是亚洲赛，所以没有机会打，下次再跟他打看看。那后续的比赛，相信大家都看过了，但我的肝挤不出来赛后分析，派谁？那想跟玉生学拳的，欢迎到武生格斗，新北市新庄区福美街62巷12号。上课详情请洽官方 LINE， 小老鼠 WUSEN。新庄人站起来到武生学格斗吧。我也61，我又比他重，比我重一点，重一公斤，拍到了。没有碰到，不要怕，碰了他不会痛，他很重。
所以你目前只有上一对一，还没有上团课。有，你有上团课？团课就是跟其他的看，就是找经验比较相近的。哦，对，有的比较大小比较大力的，就是配在一起。啊，看起来不太敢打的，就不太敢打的配在一起这样。